作为一个香港居民，沙姐梗系要嚟海洋公园啦。今日我的行程就是一个人嚟海洋公园玩，嚟庆祝我的36岁生日，好符合我的性格。因为咧喺英国咧，秋冬天咧即系我生日啦，如果行一个话咧，其实边 part 系害，所以系冇办法去边 part 度玩。我今日咧而主要目的咧就系好想睇小熊猫聪聪，因为我真系好挂住佢啊，系我最爱嘅小熊猫啊。我的目标是聪聪啊！我边有乜发现？嚟嚟啦，好得意啊！聪聪，好靓仔啊！我超级够嘅，我好似可以摸到佢咁。你佢望住佢，我应该都好幸福。生日目标已经达成了，啊，好开心啊！聪聪同我超级近啊，拜拜啦，聪聪，健健康康啊！在这个场馆入面咧，仲有超级活跃的水獭，旁边的姨姨叔叔不停咁话佢哋好似老鼠。呢度仲有两只超级懒的大熊猫。Sorry， 佢哋都好勤力咁食粥嘅。小熊猫之后啦，咁其实我系冇过任何嘅 plan， 但系今朝咧喺屋企嘅相簿度啦，揾到张相，就系我喺1999年，即系24年前咧喺海洋公园度影嘅，咁希望可以去喺翻嗰个位咧嗰度影翻张相。而家咧就上去搭缆车先，比起呢一架火车咧，我都系想搭缆车多啲。之前在这里住的袋鼠就去了动植物公园，而鼠熊就移了文去英国了。我一阵都要看树，我都没见到 circle 出现。正在看树懒，跌了，跌了，跌了。1, 2, 3, go！ 哇！我未試過一個人嚟海洋公園，一個人去迪士尼啦，我就去過好多好多次。呢個地方都原來不知不覺間都留咗好多。可能有啲人咧會覺得一個人去主題樂園咧好慘啊，但係我自己就完全冇呢種感覺。頭先咧搭纜車嘅時候，個哥哥話：嗯，你唔使影嘅啦。我話你影啊，你影啊。跟住其實我自己有少少想買，因為好似細個嗰陣時成日都好恨咧，但係從來都冇啦。其實我想問翻細個嗰陣時，咪有條海豚，跟住下面有啲藍色嘅油嗰個鎖匙扣，記得唔係好多年之前我都有見過。我覺得我今日嘅旅程係有少少似彌補翻細個嗰種感覺。翻转咗个头风啊！要好大只啊！呢个不就咗另外只，哇！跑行得快落去，佢个头咧系流咗落下边，好搞笑！哇！如果个女喺度就好啦，就真系好开心啊！好彩今日嚟到海洋公园啫，但其实有一刻我系想放弃，想放弃嘅原因系啊好攰，因为琴晚好夜先瞓。同埋你嗰时 B B 你唔记得啦，傻猪，波浪飞船啊，系啊，哇，飞船游鱼啊，阿 Pion 你唔好意思，我唔记得咗拎过嚟俾你，呢度啊冇咗啦，执咗啦。佢又叫人紧握扶手，你睇我紧握佢个扶手喺手下边一黑蚊鸡啊！呢个位应该就系我细个影相嗰个位附近。哥哥话呢一个位以前就系杂古村嚟，但系而家已经变咗水上乐园嘅一部分。
一落去下面啊，我想睇树狐，睇树狐同埋 K 咯。虽然 K 我系好可爱，但系 K 我应该系最可爱，亦都系最臭嘅生物。我知你讲咩话，我唔臭，我唔臭，我唔臭噶。你做乜嘢？好似甩咗条颈咁样。你佢瞓得太冧啦。冇。系啊，个头耷咗落嚟啦。好似咧一直以嚟咧都系帮佢哋影相咧，多个指令。第一次同海洋生物有互动，呢一种感觉真系好神奇啊！你食咗我咧，好惊！系咪同我玩啊？虽然海象个样咧真系称唔上系可爱，但系呢种感觉真系好奇妙。你望中我男朋友好耐啦，咪住你唔好嬲啦！放开我啊！你个衰佬！看完不是太可爱的海象，我们都去看一些很有趣的海豹啦。这种海豹和刚才看到的港海豹不一样，这种的品种是叫做斑海豹。两种海豹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圆碌碌这种的斑海豹多一点。好靓啊，个日落真的玩到日落，现在五点几到六点，我现在落去下面去埋个水族馆，跟住再看那个 night show， 就完了今天，好心啊。老实讲，海洋公园的环境真的很靓，特别是这一天天气真的很好，在黄昏的时候日落真的很靓。搭那架海洋列车回到乐山下面，下一个行程就是水族馆看鱼了。呢个鱼缸啲鱼少咗好多，跟住啲大嘅鱼都好似冇乜几多条，所以得翻啲好细好细嘅鱼。买唔到细个，就买咗呢一只都好啊。次系夜晚 theme park 已经系 USJ， 再之前再之前应该已经系迪士尼啦。好开心啊！今日真系，哇，好靓嘅呢个金牌。睇埋呢个晚间光影汇演，但系对于我嚟讲咧，觉得呢一个汇演真系麻麻地，睇唔睇都冇乜损失。睇埋讲 night show 之后咧，我嘅海洋公园之旅正式结束，耶！因为一个人咧系可以做晒自己想做嘢啦，嗰个地方想留几耐几耐啦，好满足啊，真系。拜拜海洋公园，即下次又同边个嚟咧？即下次系几时咧？